的媒体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在今天下午时分特别拨空前来参与，在今天由中华民国五指书中正学会以及安怡奶粉共同所举办的我们的超科学冻龄秘诀大揭秘的记者会。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电心怡，非常感谢大家特别拨空前来参与。同时在今天记者会一开始呢，也先为现场的媒体朋友介绍今天与会的贵宾。第一位为大家邀请到的就是我们中华民国骨质疏松症学会第十届理事长吴志行医师，请你跟现场朋友挥挥手。以及我们香港商远东恒天然乳品有限公司黄百盈资深品牌经理，欢迎您，谢谢您。好，刚刚记者会开始前其实我站在旁边放眼先看了一下下，我们现场有不少的女性朋友跟我一样都是属于轻熟龄的女性朋友，但是其实呢，很多的轻熟龄女性朋友对于外在的保养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可是更关键的就是我们重要的内在冻龄保养却常常被忽略了。在今天的记者会当中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如何在日常生活当中呢，简单的测冻龄保养的这个方式，以及我们讲说冻龄如果有异常的现象我们该如何注意，最重要的关键就是我们该如何提升自身的这个冻龄力哦。所以紧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邀请到中华民国骨质疏松症学会理事长吴志行医师来到舞台上帮我们做进一步的解说，欢迎您。